一直以为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感情。有一班兄弟在身边，无论眼前的日子有几咁痛苦，几咁难挨，总会一日会撑过，总会一日会找到属于大家的新世界。不过现实始终都是现实，哪里会咁理想啊？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夺去我们身边的东西，就算是再坚固的城墙都会有倒塌的一日，更何况是脆弱的人心。其实我没什么奢求的愿望，我只不过是想一班兄弟可以开开心心地陪着大家走过人生每一段的风浪。无奈这个愿望真的很难实现。喂，呢度外国，唔好嗌识女仔，唔记得我哋喎。好想要你，我好挂住你噶。哎呀，我讲乜咁容易啊，真系。你就系。好啦，一路顺风。好啦，我走啦，拜拜。拜。喂，今晚系咪食饭啊？唔啦，翻医院啊！医生话一两个月可以打翻波啦，嚟啦，你食啦。喂，你睇下，冰火版真天堂人工仔出复刻版啊！乜你有钱买咩？呢排都储落咗啲钱嘅，不过佢唔会俾我买噶啦。咦，世间话有人请食饭咁啊？唔好啦，下次先啦，佢要咗睇戏啊！嗰一刻，我忍唔住问自己：到底呢十六年嚟，我做紧啲咩呢？这些机会，唉。我哋四个由中一识到而家，以前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上到中五，大家都开始各散东西。有人身边多了个人要陪，唔得闲出嚟玩。有人做了篮球队的大佬，忙于练波。亦都有人要离开呢度，去一个新的地方。而我亦都忙于搞学生会的嘢，筹备开放日的活动。唔知几时才可以好像以前咁一起玩。一起笑呢。喂，老闆，做咩啊？我唔介紹阿嫂俾我哋識嘅，你翻部機嚟啦。喂呀，咦，我話大個仔咯喎。幾個嚟？四個。幾個啊？幾個？等我同阿嫂四個。中学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之中最深刻的时光，亦都是我最珍惜的时光。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一班陪着我一起温书，温到攰就出去打场波，放松下自己紧张的心情。I'm talking rock bottom, my feelings are bottom. I can't believe it's come to this. 打到背就摊喺地上面唞下嘅呢一班兄弟，呢一班兄弟嘅出现，令到我嘅中学生活变得更加灿烂，变得更有趣。Why, 球仔？收啊！收啊！
好波嚟噶，好波嚟噶，我哋唔做花，直线直线直水晒。我告诉你停啫，都话停咯。唉，桑，头先想拍激动，咁系咪真系代表我以后唔好再出嚟打机啦？唔讲啲唔开心嘅嘢啦。听日阿新练完波之后，我哋一齐食翻餐景嘅，然之后去攞学界冠军，好冇？你请咯，唔该啊，嚟啦。诶，梗系最有钱嘅落我请啦，咁鬼死有钱啊！你好傻嘅，我真系好想请嘅。你哋系陈浩信嘅朋友啊，好。佢因为平日过度练习，令到自己疲劳过度，所以啱啱先会晕。同埋经我哋嘅检查，佢嘅手应该有骨折，初步估计都几严重下，详细要照 X 光先知道。但如果真系嘅话咧，佢呢半年至到一年都系暂停打波，好有样。点搞好搞成咁噶？点解啊？冇咁啦。搞成咁，大家都唔想嘅。兄弟，就是一班帮你跌落谷底嘅时候，会愿意跳落去救翻你出嚟嘅人，唔会有任何怨言，只会默默咁撑住大家。做咩啊？你喺度做咩啊？你知唔知再打佢只手冇噶啦？应承我哋，如果我攞到你个波，你未好翻之前，唔好再打。攞先算啦。啊！从来没被冷待，过一年，一世界去吧。呢几年嚟，有开心嘅时候，亦都有失意嘅时候。就算跌落谷底，都一定会有人 party 上嚟救翻你。不过时光逝去，大家都开始有自己嘅路要行，身边嘅人走得七七八八，但或者咁样先系成就自己最好方法。深信最后不需唱愁，要有天共你回头去，一起共游。回首岁月逝秋，盼望友情不倒。年月村后，情怀依旧，别
我走啦，你哋三个好睇住自己啦，同埋唔好成日弯阿乐啦，佢好惨噶，肉麻嘢咧我就唔识讲噶啦，自己好好保重啦，拜。得啦，我呢啲正人君子，不嬲都对阿乐好好嘅，系咯，你都保重啊，就系咁啦。一定系咁啦，你日日唔抢电话都唔安乐嘅，风一路顺风啦。矮到明就是阿信唔抵得阿乐有女朋友啦。无论大家身处喺咩地方，过住几唔同嘅生活都好，我哋只要望住同一个天空，怀念着岁月嘅记忆，我哋各自各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精彩嘅人生，创造出属于自己嘅。2月1号系我哋 open day 啊，记住嚟啦，到时不见不散。一起畅游，为你相逢友谊情歌，一起高奏。半夜白昼，亦能留守，再到岁月港口。童年悠悠，年年沙漏，再共漫游举杯饮美酒。